103信报财经新闻2010年3月6日报章 P29 副刊嚴浩眼中的郭志怡，我认识他时他已是一个生意人，在中环经营高级食肆，其实也不止于一家食肆，然而其大家闺秀的感觉依然深重，丝毫也没有因要在商场打滚而有所减损稍欠。从他的谈吐可看出他的教养，该是自小熏陶的。虽是女强人，但女人本身的特质仍自然流露。